上帝视角，航空原型地，考车转弯分析，澳门凳仔，考车出路口时必须留意右前方车辆情况，在原型地转线时必须留意左后方车辆情况，因为后视镜有盲点，必须再转头望左后方没有车辆才可转线。请慢慢欣赏本集影片呈现的各种情况，请在下面分享你的经验，有你的订阅关注分享评论，才会有更多影片推出，谢谢观看。Thank you.